我想要东西。来，杯子在里面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我这里够不够废柴？嗯，还可以，少一点是你的吧。我尽力了。知道。我这里有你那里绝对没有的特点。是吗？如果你嫌洗手间太远的话，我可以抱你去。你只要亲我一下就好。走开啊！你明天下班以后有没有空？干嘛？请我吃龙虾，我就去。要多贵有多贵，你吃不垮我。好啊，亲我一下，龙虾多一点。实话实。最好就是金龙虾。哎，我是说亲，没有指定位置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00金龙虾。